男演员古力娜扎、关晓彤，国际男子唱演组合 Into One 成员高星辰亲临三亚国际免税城，共同见证华伦天奴美妆亚太免税的正式节目。两大女艺人同台斗艳，立刻吸引来了无数眼球。当天他们的造型风格截然不同，娜扎走的是冷艳女神风，神威吊带黑色连衣裙，完美展露出她的神采优势。关晓彤则是甜美小女生的打扮，身穿白色短款连衣裙搭配公主披发，气质乖巧可爱，一双大长腿迅速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高星辰白色衬衫加黑色西装裤，简约却酷帅游行，引来无数粉丝尖叫，仿佛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男主角。现场艺人们也与我们种草了美妆小单品以及来三亚的感受。我来到了现场，又看到整体的布局非常的有格调，而且他们店内的整个设计又色彩搭配得很好，我觉得很独特，我觉得很棒。你会选择哪款产品呢？大 V 口红吧，是我最近就是特别喜欢的单品，配上经典红，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尤其是女生就很喜欢包装设计很好看的这种小口红，就是拿上了之后就会非常的喜爱，结束之后可能就是跟同事一起去海边看看，然后拍照什么的。首先很开心华伦天奴美妆然后邀请我来参加开幕盛典，非常开心。然后三亚是一个很有魅力很热情的城市，然后今天看到整个店面的这个装修和设计我都非常的喜欢，有很多地方想去打卡，想去海边，然后还想来这个免税城好好的逛一逛。然后刚刚已经打卡了快闪店，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快闪店打卡。我觉得华伦天奴美妆一直是一个很有格调的品牌啊，它很有个性，然后很有想象力，而且很浪漫。就是华伦天奴美妆的大 V 仙女盒，它是一个就是粉饼和口红，然后两个放在一起的，然后上面有金色的小链子，然后平时去当一个装饰品也非常的好看。现场挺好看的，然后我觉得专柜的布置挺华丽浪漫的，品牌的标志性的那个经典红色挺突出的。我来到现场的之后，就是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其实全系列所有我想推荐的气垫粉底吧，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遮瑕力很强，它可以隐藏我们的毛孔，然后比较细节的地方，比如说鼻翼啊或者眼角呀，就是他们可以好好修饰，很自然，然后皮肤就很像奶油一样。是我的第一次来到这里，所以很兴奋很开心。这里的风景很好，然后氛围很好，可以当一个休息 trip 一下。明星们工作忙不停，现场关晓彤、古力娜扎、高星辰也分享了近期的工作计划。最近基本就是一直在拍戏，我马上就要进组了，然后这段时间在最后的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时间安排，然后有一些广告的拍摄。未来的时候我也会参加超星星其他的项目，就希望大家会给我鼓励吧。最重要就是我们最近为了后面的舞台我们在准备，还有很多排练，所以希望大家会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舞台。欧莱雅旅游零售集团亚太区与中缅集团共同合作，将华伦天奴美妆的全新专柜带到了三亚免税城。华伦天奴美妆亚太免税的正式节目将进一步提升欧莱雅集团亚太区在旅游地区的市场占有率，更为所有旅行者消费者带来彩妆品牌的新选择，同时也助力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据悉，华伦天奴美妆打造的以红色为主题的快闪店将在三亚国际免税城 A 区以及二期云界广场同步开启，将为所有顾客提供独有的体验。11月30日前，消费者都可以再次领略华伦天奴美妆的历史，开启梦幻般的高定旅程。首度前往体验这场华伦天奴美妆之旅的消费者还将获得专享高定奢礼。娱乐凶猛三亚报道。时尚最前沿，文娱最先锋，您现在收看的是上游娱乐频道。